好，欢迎大家嚟到呢个动漫废物啊 ！at 呢一个 Radio Dada 嘅逢礼拜四呢一个今日报新番。今日佢嘅情绪好似急本季番咁样一样咁颓啊！因为月尾啦，差唔多季番差唔多结束晒啦。哦，咁我颓同月尾系冇乜关系嘅，我唔系月薪嘅。咁收听嘅方法有三个啦，嗬。你講咯，你講咗我頭先講埋佢啊！咁第一個就係你落嚟呢個朗豪坊 B2 嘅 Slowly 雪糕店可以收聽到我哋嘅節目啦。第二個方法就係上 RadioData.hk 同埋我哋動漫廢物嘅網站就可以收聽到啦。第三個當然就係上嚟Otaku Cafe 度聽啦。我有少少補充嘅，咁啊以往咧可能大家唔係好知道點樣喺個網站嗰度直接收聽直播啦。咁我哋改咗個版面啦，你直接去 www.acrubbish.org 咧，第一版咧就已經係有嗰、那個收聽的那個儀器那個框架在這裡，即是 Real Player 那個框架在這裡，你可以直接即按 Click Play 就可以聽得到的。對，還有很久沒有來看現場的朋友，我想說我們對開除了雪糕之外還多開了一間這個拉麵店，所以我剛才想吐槽，因為現在還是雪糕店，他始終都是一間雪糕店，但我看到沒有人吃雪糕就記得吃拉麵。他現在一半一半嘛，我看到阿文在外面吃緊嘢，打招呼阿文，唔好點人你上得唔得？真係啊！咁我哋喺度做節目，佢喺出面食又唔拎入嚟俾我哋試下。點人上好危險㗎，唔好亂咁放上 YouTube 先。啱先人斬死咗咩你？好，廢話噏完啦。喂，廢話未噏完嘅，我哋未介紹自己。先，傑達，我係。I Connor。咁基本上我都係負責講開場白嘅小輩。在今天開始之前呢報告了一單不太好的消息先啦。漫畫家寇井二人就在今個禮拜二晚呢正式確認了他的遺體。他就在上個禮拜9月11日記錯就跟家人說登山，結果就沒有消息，而在上個禮拜一就在去買山縣發現了他的遺體。這個第一間 AC Ripples 會有一個他的紀念專題的啦，其實我們現在就是為紀念他默哀一分鐘先啦。現在默哀默哀呢，我想著 AC Ripples 先啦，正在 AC Ripples 先啦，默哀嘛，咁好啦，我不如調轉咗節目啦。OK， 好啦，咁陣間我再講寇井老師啦。而家講咗啲，講咗啲已經完咗個番組先。首先就係另一套劇都幾沉重嘅，就係、是《東京八級大地震》，又係一套好沉重嘅作品。其實上個係算係最早完嗰批作品㗎啦，只係好得十一集，算係短嘅作，算係喺番組算短㗎。其實咧，我今個禮拜咧，我嘅處境係比較尷尬嘅。因為我睇嗰啲即係我主力好上心嗰啲動畫呢就好多都未完。我啲唔係好上心我諗住一次過清嘅呢就冚唪唥都完晒。結果我今個禮拜就有啲唔湯唔水，即係完咗嗰啲又好似唔知應該點樣講好，咁未完嗰啲又仲未可以同佢 round up。所以今個禮拜我哋而家講一講呢個啱啱過去咗而我又有睇到嘅東京八級啦。呢套作品其實佢走，即係以前都講過啦，佢走所謂好寫實嘅風格，但去到中段佢玩咗招，其實我覺得係頗係唔寫實嘅，就係、是、個弟弟死咗，但女主角以為佢未死，然後就喺差唔多成五集時間裏面咧，嗱個弟弟係以一個叫你當用靈魂咯，用靈魂形容比較好就係、是、以靈魂嘅狀態跟住姐姐嚟翻屋企。佢冇嘅怪談啫，即係喺套其實叫阿雲海嚟講下咯。即系咁啊！司徒法正得唔得？司徒法正喺海洋公园啊！即系呢套作品喺呢种佢走嘅一些好写实，即系叫做实在风格里面，佢玩呢招其实我唔系好认同嘅，总觉得你会纠结咗少少咧。你呢套叫几平实，一直都系唔耍咁喺最后你杀死细即系派个变奏俾弟弟唔紧要，但系你用到呢种桥段去派变奏，我哋嫌佢觉得。你真的逼我最後一集喊嘅啫，咁你有冇喊啊？少有少少感動，但冇喊；有感動，但冇喊。好
搞嘅。基本上最近一次喊到收唔到聲嗰只 Decathlon Story 啦，即係佢係做到一個感動，係真係有少少感動嘅。佢拉到個心態，我唔係好中，即係我明作為一套呢啲寫實動畫，如果個細佬同個家姐咁順理成章翻屋企，就即係冇乜高潮嘅。你點都要派個即係做個大高潮，佢梗覺得有種好震撼人心嘅感覺。但係你用到呢種叫做哇，你唔使啊嘛？佢家一路第五集開始一路抱復線，個家姐其實幻想個細佬喺度，其實細佬一早已經死咗啦。仲有喺細佬死嗰集咧，佢一開頭咧就好似夢境嘅手法咧，好似家姐以為家姐發夢個細佬死咗，其實細佬未死咁樣，但係又一路好派即係暗示啊、復線嚟啦、啲死亡症嗰啲嘢咧，去話俾觀眾知，其實個大家死咗啦。咁一路去到最後翻到屋企，俾我接一接先啦。首先我覺得。即係作為呢套定位做寫實動畫啦，咁其實阿家姐幻想翻自己個弟弟未死咧，呢個即係喺好多即係地震啊，即係大災難嘅生還者都係有呢啲後遺症嘅，即係面對咗一樣令到自己好悲傷嘅事情咧，即係心理上都係會希望。即係需要一個緩衝，你係想有一啲嘢去避過咗，令到自己個即係內心係唔會不停俾呢一個慘痛嘅事實去刺痛啦。所以即係其實你話阿家姐練個細佬出嚟咧，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某程度上係應該係有案例發生嘅，我冇 exactly check 過有冇啲，即係我睇報紙啊嗰啲係有呢樣嘢嘅，但係有冇係真係即係做過一個好有一個 exactly 嘅受害者講過呢樣嘢咧？我冇 confirm 過啦，但係我係相信係有呢樣嘢嘅，同埋個細佬嗱，其他人都睇唔到噶嘛，係淨係得啊。家姐即系同佢个基本系最深嘅，先会睇到啊呢、這个细佬仲存在噶嘛。但系其他人咧，全部都系好明显，好知道发生紧咩事，同埋啊好清楚啊家姐咧系好需要人帮助嘅，因为佢有呢啲咁嘅幻觉。咁其实呢样嘢，我都认为佢系佢。可能佢中間咁樣扭一扭，會令到好似成件事好 odd， 但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合乎情理嘅咯。即係咁講啦，我喺呢度嘅諗法就係、是，預期係用生命創傷或者創傷後遺症一種去解釋，不如我反而仲會比較用一種就係、是，不如用靈魂用好過，咁比較反而我會覺得會比較浪漫少少咯。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係喺呢套作品裏面，如果你用一個手法出嚟咧。係好唔新，好唔寫實啊！但係既然你都用咗依個即係叫做狗血橋嚟做一個高潮，我覺得你用幽靈，即係叫做咩細佬嘅靈魂陪個姐姐翻去，會更加真係叫更加感人嘅效果。我即係我咁嘅解釋會更加好。即係當然創傷後遺症依個解釋係最寫實嘅，但係會嗰個咯太寫實喎，變咗有啲寫實過頭。其實咧嗱呢一樣嘢咧，我講翻我睇嘅過程先啦。我睇嗰陣，我突然之間見到佢有一個咁嘅轉折咧，我係好驚喜嘅。即係我覺得啊，又有啲狗血睇下啦。但係你真係即變態啊！狗血控。但係當即係阿家姐發現即係佢明白到呢個事實嗰個位咧，其實咧係好唔狗血嘅咯。嗰一集應該係第十集。最後嗰度，應該係尾二嗰集，定係尾一嗰集、尾三嗰集，就係嗰個位咧，即係阿家姐阿 Yuki 發現咧，其實係可以即係更加 dramatic 啲嘅。例如話啱啱見到佢爹哋媽咪啊，但係突然之間又震到天崩地裂啊！哇，咁殘忍啊！你啲變態咁嚟，咁即係你其實。即係如果係以一個劇情手法嘅角度嚟講，阿遊貴嘅死係只不過一個轉折點嚟嘅啫嘛。咁其實佢喺呢一度咧，佢一路拉到尾，佢係唔足以製造一個好狗血嘅高潮噶嘛。咁所以我會
傾向相信佢依然係維持做一種比較寫實啲嘅手法咯。因為我覺得，嗰一個即係死，跟住家姐即係佢變成一靈魂又好啊，家姐即係幻想翻佢又好咧，呢個係唔足以製造一個帶到尾，即係帶到個劇情去到尾嘅高潮位噶嘛。但佢只係咁樣點到即止咧，我會更加即係我會更加傾向認為佢都係想用翻一種寫實啲嘅手法咯。即係咁樣喺處理方面，佢依方面即係。即使他用了一個叫做幾刻意狗血的手段，但相對講，佢叫有意思之際，始終依套你如果太過狗血、太過扯嘅話，係俾人鬧嘅。但係而家嘅情況之下，我可以接受。雖然我唔係太過認同，但我會接受。同埋即係個人感覺啦，我而覺得用靈魂解釋會比較會喺呢套作品嗰個情況嚟講咧，會更加浪漫同感人啲嘅。咁你想浪漫啲定寫實啲先？就係佢喺浪漫嗰個方面唔夠狗血啊嘛。即係我係，如果佢係要咁樣係要好浪漫嘅，咁唔該再戲劇性啲，再誇張少少。咁如果佢只係維持呢、這、一個，即係維持呢一個高度咧，我都係傾向認為佢係比較寫實咯。嗯，依樣同意。大致上，如果你話七月翻嚟講呢套咧，我唔會覺得係最好嗰套咯。即係而家睇，即係綜觀曬所有作品嚟講，但係會評價幾高？呢套。如果只是計七月的話，我會比這套做第二到啦。哇！呢套連我都開始追緊啦，但係我俾你劇透咗。我呢個唔重要啦，你聽唔聽得明嘅啫？我聽得明啊，我第一次新番都係劇透。因為我睇到第五集啊，而家我一向都覺得煲新番係講到啲人聽唔明咁啊。我其實我聽得明啊，不過 OK 啦，我會繼續睇埋兩集。唔緊要，呢套作品唔係唔重要嘅，依方面唔係話佢，因為唔係海貓，放心啦。呢套作品劇透海貓聽完都唔明。這個你跟龍騎士說不關我的事，不是看完都不明白，應該不是海貓的情況就有點不同了，因為他始終他東京 8.0 這個故事是一定要 在這個劇情裡面交代所有東西嘛，那即是他連交代弟弟遊貴的死都花這麼多毛，我覺得是那裡是挺冗長的，即是 他的暗示已經是多到唉，你死得未啊？唔係法啦，你打到十一集啦，你唔用咁嘅方法嚟拉。唔係，佢係好冗長咯，佢嗰個交代嗰個過程，同埋佢當中亦都係冇一啲即係好煽情嘅位置，令到個高潮更加推到上去咯。你都係嫌佢唔夠狗血，所以我咪傾向佢係比較寫實咯。所以用紅字套咧，你心理變態你係喺度殺死咁狗啊！睇狗血並唔係心理變態啊！如果睇狗血嘅心理變態，就唔會有咁多狗血片啦、啊。好多，依家真係好多變態咗啦。好多嗱，好多人變態嗰啲就唔係變態啦，就係常態啦、啊。喂，唔好扯咗咁遠啦。即係有啦，暫時呢套作品我會俾第二位、第三啦，因為第一套第一套嗰度，第一你會俾咩？其實我係俾大正野球良。大正野球良。因為他沒有，因為他又研究百合嘛，即係又要百合啲，又要狗血啲嘛。今晚大正野球良大結局噶啦，大家可以睇下呢、這個呢班櫻花會可唔可以打贏呢個男仔嘅招倉中學啊？算啦，但係如果打唔贏嘅話，我會俾你套零分咯、啊。冇算啦，有一個咁快三集我就斷咗嘴。不過依套我有機會一定會講嘅呢套，不過唔知係下個禮拜啦。咁我哋讲下一套啦，不如讲一套法文语先啦，因为其实压咗好耐，拖咗好鬼耐，但系拖到而家都未先讲嘅一套，话俾我知新房你拍十八禁啦，你拍十八禁咧好多十八禁动画，十八先快瞓觉。佢只不过系从良啫，即系而家呢套作品其实好老实，我唔识欣赏西美维新嘅作品啦，但系喺动画嚟讲，即系法文语呢套啦，最剩系呢套啊。我唔覺得好特別咯，即係巧就係嗰個畫黑暗系啲神神怪怪嘅作品。你講起頭先講啊新房，我就諗起阿錦偉田之前講嗰啲第二種才能啊。佢如果唔係再拍動畫，佢可能係個 A V 導演啊，係好優秀嘅 A V 導演。真啊，唔係因為如果佢唔係假米咁影像嘅話咧，佢拍文動可能已經揾到好多錢噶啦。佢第二才能好緊要。佢已經係喺呢個文動界已經係一個天尊嚟嘅啦。可能如果佢走去拍文嘅 AV， 可能就已經盤滿缽滿，如果成為企業家。
唔系应该话应该可以打筹呢个 TMA 啦。唔系唔系，应该话可以。如果佢拍盲动嘅话咧，可能 TMA 系佢嘅。嚟啊！太嘟木太嘟嗰啲咧，就已經嘈死曬。唔係唔係，佢而家都有做，不過因為各有各做啫。一睇係新房就諗咩啊？咁咪填咯。佢兩個就係交往，佢兩個已經交緊往了。扯開咗少少啊！嗱，花蜜月就好簡單，就係幾個小故事組成嘅，真係幾個啲妖怪故事組成嘅劇情啦。真係冇其實冇乜連，真冇連貫性。正常而女主角除阿戰場員大姐，除咗頭嗰兩句一入出過場之外，之後就一路鬼引。唔係鬼引，只不過係空氣架啫。其實即係個名化物語，佢已經可以好 explain 到好多嘢㗎啦。首先係一個怪物啦，白 Pokemon 嘅故仔啦，同埋可以話係日本嘅白物語啦，即係日本嘅鬼故裏面屬於怪物的那一部分。妖怪日本就是妖怪那种。怪物是另一种来的。Pokemon 咯。妖怪。其实它很简单的，它每一集的故事都是围绕一个女角。它这个女角是被一些很奇怪古怪的动物妖去支配住。咁而主角梁木力呢，好咬你呀。就是負責幫這些女角去除靈啊，然後就收後宮。咁後宮算不算呢？佢有一個因為是同性戀者嚟噶嘛，應該話是戰場員大人、第一集戰場員大人收咗神元進河，呢、這個八合後宮，跟住佢正宮阿娘娘木力咧，就收咗一個羅莉，一個委員長。一个中学女中学生，仲有两个，因为读喺两个妹啊，两个妹算唔算后宫咧？唔系唔系，以即系两个妹都有兄控噶嘛？边个要有权关系嘅妹啊？这个地方我唔方便讨租啦。即系咁啦，有真实嘅妹嘅人就唔会问嘅嘛。呢个系所，因为我问高达八成咧有实妹嘅人有共同意见，高达九成咯，不如。即系咁讲翻呢套作品啦，即系高达冇关系啊。我睇讲下，有机会如果我哋讲另一讲现时嘅话，我哋讲紧咩啫？而家八月，即系咁。其实撬咗好老，即系如果将所有萌嘅镜头啊，或者将新房式嘅画面 cut 咗去嘅话咧。你真系哇，又可以飞片飞咗去，佢冇嘢讲噶，啲剧情有一句一百字内写完嗰种。咁我头先已经用一百字之内去简介完佢每一段嘅剧情啦。系咯，即系睇《化物语》某程度上都系好接近睇《夏目之家人章》咯，连个主角都系神谷，系啊，神谷弘之嚟嘅，咁。主要在這裡都是看他的風格上的突破啊，那些咯，就是看那些不必要的強調，那些殺必死咯。即是我沒有真的看西美維新那本原著，但是據我所知西美維新那本原著是即是那種男主角的即是自我獨白呢，或者叫內心 OS 呢，那種量法即是那個數量呢是非常之壓，即係壓到咗本書嘅。咁嚟到係啦，直情係啦。咁但係你喺呢個動畫版咧，係唔會感覺到話，即係有呢條友係有佢講一句，即係有佢講十句，人哋講唔到一句嘅情況咯。即係佢依然係有啲少少套租嘅地方，但係佢唔會係話。即係有一種你哇好煩啊，你收爹啦嗰種感覺咯，即係去嗰種咯，冇錯。咁另外主要睇呢套亦都係即係睇下，即係經新房超之嘅手去做一套咁樣嘅故仔，又會變成一個咩世界咧？佢變成咗第二集阿戰場員大人嗰啲超級性感嘅動用行作，跟住八九子真燒。佢萌到爆嘅動作，然後最新就係裸體穿著 Bluma 著住排球褲嘅女工學生，然後就話大玩外傳說中嘅外國人四格，唔係傳說嘅呢個係人都識嘅，即係外國人四格，就係
有四個鬼佬。其實你唔使解釋噶，我哋 expect 啲聽眾都明噶。即係你睇中國打外國人四格就知係咩東東噶啦，因為全世界好煩。即係玩依嘢，但基本上佢真係咁阿楊俊，哇，好聰明。由於賣萌重點就係畫工要靚，即係你唔會，即係你可以高麗菜咁嗰種情況係好難聞得起嚟嘅，即係唔會冇啊。高麗菜好聞啊！高麗菜係好聞噶，冇問題喎。所以佢好嘢就係大量嘅定鏡，大量嗰啲咩黑影啊、黑畫面啊、一個長鏡嗰啲咩黑嗰、那個黑字我唔識點出，總之就係、是、黑出定黑區，總之就係一個紅區或者係一啲字寫隻畫面，總之就係、是。吞破成日得細路仔慳得就慳，然後將所有嘅打藥攞嚟畫女角，即係嗰啲咧資源係投放得非常之恰當。係啦，佢唔係冇人睇嘅地方係絕對唔落任何資源。講得好，就係呢個方法啦。即係冇人睇嘅嘢，最關就係背景嗰啲嘢，反映你呢套嘢，你班友都係蒙啲蒙啲女角。咁啲女咧出盡力咁去畫啦。係啦，又係咁。嗱嗱，解釋一下先，佢。所有地方永遠最出得最盡力嘅咧，一定係啲 OP 嚟嘅。就係、是、每個地方都係 OP。因為好特別嘅情況咧，就係、是、呢套因為而家TV 淨係會做十一集啦。咁佢如果網上嘅話，會做多幾集嘅。佢係好特別地係每一個女角咧，都會有一個自己嘅 OP 嘅。然後就係嗰啲一睇完之後就中毒，然後就死心塌地嗰只咁。好多人都會中咗呢、這個，首先中咗戰場員啦，中戰場員嗰個釘書機嗰、那個咩 Stable Stable 呢首歌嘅 OP 啦。咁嗰個 OP 嘅風格咧就好維持翻平時 Sharp 嗰種風格嘅，即係單色啊，跟住好多3D 嘅文具啊，即係你睇翻之前嘅魔法老師第二季咧。佢都係維持翻嗰種風格嘅，但係之後開始就出現咗，之後就開始發神經啦，開始好真係叫我唔似 O P 似睇 M T V 啊，嗰種好 M T V 嘅感覺咧，睇落去係好靚，真係好靚，有啲好賞心悅目嘅，呢樣嘢真係佩服不得了。唔係賞心悅目嘅，電波到你不停想再睇多次，再睇多次。以下係一個中咗毒嘅人嘅感想啦，我係冇咁誇張，我睇一次啫，但係我承認。成癮性好高，係昆你班友買 CD 嘅，依係一個佢而家仲未出啲 full version 嘅碟咯。佢嗰首佢嗰幾首 OP， 我唔知佢係諗住夾埋一齊出隻 album 啊。總之佢係冇 single 咯。重點就係、是、想俾我聽曬成首歌。佢學住望先生第十八集咁樣，出一送 CD， 佢送一隻 DVD 就係將 full version 嘅 OP 擺落去，保證大賣。咁主要，如果驚嚇你，一定會咁做。佢又係果然又係實現咗佢個阿漢字講嘢呢個冇呢、這個只有花就夠啦，冇丸子係唔緊要啊。關於驚嚇嚟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佢嗰四隻關於呢個無止境的八月嘅。DVD 咁係一個咩花樣？不過呢度按下不表啦。呢度已經成個絕望的八月啦，而家屬喺亞馬遜裏面咧，所有嘅即係嗰啲感想。我諗住按下不表。呢個已經係嚴日本所謂嚴上而家。我唔到佢。呢套呢部，因為你留咗上嚟。好啦，呢套因為佢仲有幾集網上版同埋所以我暫時按下不表先啦。因為等我陣播埋嗰幾套先啦。好啦。然後就係一套其實係可以好快嘅講完嘅《公主戀人》。公主戀人我之前在這個節目都是讚過他的，但是很可惜地我到現在還未看完公主戀人，我現在是看到第九集，他是12集完的。我看完12集，他是本季呢，這套作品是跟另一套叫做另一套加內日記，是本季兩大斬翻後補，結果兩套都看到最後的。加內日記我又會再講，公主戀人加內日記是未做完的。是的，公主戀人呢就剛剛做完了。簡單嗰句就係、是、插咗水啊！唔係啊，係好到突然間成為咗我認為係排一次前三名嘅作品啊！但係依個我哋會再即係詳細講嘅，因為幾長下嘅嚟講啊。但係講翻依套其實冇絕望，亦都冇希望嘅公主戀人。我咪問你，公主戀人係咪插咗水啊？唔係啊，係好平穩啊，同埋係有啲咁多啲意外驚喜。即係咁，佢最驚喜嘅就係即係無啦啦有一集。流出咗係
DVD 版嗰一集係冇修正嘅。雖然睇係啲 ATX 版嘅，我覺得冇所謂。唔係佢 ATX 版佢都係播翻普通啲黑影版噶嘛，但係嗰、那個點做嘢？但係嗰個 DVD 版咧，即係嗰個冇修正版咧，真係有啲點點睇嘅。喂，非常之搞錯啊 ！ATX 出你睇佢播Queen Bay 咁樣，佢從來都係上車盤嚟噶嘛。九极上车盘啫嘛，所有咁佢上车得嚟，咁佢有啲都唔中意上车噶。佢呢个主要系即系你制作公司去，我话呢个要上车嘅你又上啦。佢唔中意上车，佢咪黑影啊，再困你买咯。即系讲嗱，即系先上车盘，我讲埋落去啦。其实剧情咧原作咧就是一个真系好典型，所谓叫做垃圾 L game， 一个男主角无啦啦变咗有钱仔，又想沟公主。以前都讲过啦，但系有趣的地方就系、是、一开头讲男主角嘅父母系俾人害死咗嘅，然后去到中段有人要向男主角阿爷报仇，然后首先就玩带客式挟持，占领咗座大酒店，男主角就去救公主，跟住公主被人运捉咗去西伯利亚嘅火车度，由阿生西贤冲埋个火车去救公主，哇！呢、這個劇情我冇預計過有啲咁嘅劇情嘅、哦，有動作，有槍戰，有斬鐵劍，好 hard boy 啊！係啊，係去到最後係好歡樂，呢套作品仍然有歡樂性嘅，即係例如話嗰兩個好搞笑嘅小兵咧，再去後經話俾你知佢讀醫大，我話嚇，性騷擾小兵啊！雖然係我明白，而家好多恐怖分子都係讀都係大學畢業嘅，但係你兩個係因為而家大學普及啫，唔係㗎。有一個唔係好關事嘅可以提一提啦。呢、這個日本貴夫咧，呢位咁出名嘅聲優咧，係做阿爺，有把心，係啦。唔係，佢係唔知早稻田定係邊間嘅法政早稻田大學法學畢業，係非常係你諗唔到一個，即係呢啲應該係上到社會最上最，即係日本呢個咁階級性嘅社會最上最上層嘅人，居然係會走咗去做聲優。唔使諗呢啲嘢，你呢、這個你要講呢啲嘢，由最早期首寵自從都已經係咁啦。唔係應該話係日本老爺子嘅個驚人事蹟，我有機會再講啦。係咯，即係佢呢啲嘢唔出奇嘅，即係明明啊，大好前途。佢真係日本人，佢搞啲咁嘅，真係佢如果嗱喺外人眼光啊，如果佢唔做精優嘅話，如果佢唔離開警隊嘅話，可能已經係選擇啦。不過就有機會，即係唔係我哋今日入去主題啦？講翻套作品先，佢去到後半月玩呆黑同生死族呢啲，即係拯救人先。佢動作係佢好多動作，係意外地有劇情。雖然你覺得仍然係一廂情願性，好歡樂性嘅，好搞笑性嘅，但係你係唔會遇到公主救唔到嘅。但有啲好典型嘅，即係叫做 happy ending 啦。而雖然好多啲觀眾都一廂情願認為最後又玩咩後宮線，其實喺第十一集度咧已經話十集同十一集已經話俾你知就公主線㗎啦。佢作品名咧叫公主戀人啦。有三個都唔係公主。佢最終話咧個標題咧都係叫做公主戀人。咁你其他三個邊有運行啫？唔使問㗎啦，呢啲即係咁。你二奶、三奶、四奶就另一個問題啦。但係大婆一定係公主啦，呢個唔使問㗎啦。呢啲幾多拉嘅，你自己玩翻呢個遊戲版啦。唔係遊戲好似冇後宮線啊，遊戲冇啊。遊戲裏邊有你自己揀你中意嘅線啊嘛。有佢後宮線，如果喺一個動畫嘅 setting， 佢係為咗費事得失你每得失唔同嘅黨派而去，求求其其做咗個算啦。你係我雙翼啊嗰種。嗰個雙翼。等佢第時幾時斷一邊翼呢、這個等佢再有新作再睇完Marcos 頭先嗰個麗卡係等佢呢個 Marcos Frontier 嘅劇場版再分曉啦。即係講翻公主人啦，你話佢好唔好睇咧？絕對唔係，即係你唔會話，即係講翻就係、是、你我唔會話第一時間話喂，今個依季動畫有乜好睇啊？呢套作品我諗好多套都諗唔到佢，但係。我哋睇實，但又未知話唔好睇嗰只，即係唔係話好似海物語咁睇到，哇好苦悶啊 ，cut 咗啊，咁算數嗰種。佢係咪至於嗰只？唔係你更年期咪睇下佢咯。關咩事咧？我好悶啊嘛，即係唔係悶嘅話，你仲睇一啲更加悶嘅嘢、啊。以毒攻毒啊！以毒攻毒。但呢套就係叫做
可以一睇啦，即係佢好嘢就係、是、當我想斬佢嗰時候，佢又你咪知無聊到要我 cut 你喎，你冇俾到每個禮拜啲嘢我睇下喎，即係不能殺必死又好啊，劇情又好啊，歡樂又好啊，即係有啲嘢到下喎，咁我又俾拖下拖拖十二集啦，你又未先呃到我，仲呃咗我青春嘅。但至少唔差啦，唔係冇乜呢個十二集嘅青春佔你嘅青春幾多部分咧？即係可看可不看嗰種感覺。係啊，即係可看不看咯。但係我偏係可看啫。咁始終嚟咧，我覺得嗱，即係以今季咁大嘅 variation， 唔係咁統一性咁多百合，咁呢一套既唔係百合，亦都係不停咁攞啲啲空嚟砸你嘅，咁中意空嘅人。都冇咩選擇，咁你逼住要睇呢套。空空唯一食物。咁所以呢套播完之後咧，今個禮拜四啱啱好上，即係我未講嗰套咧，《Queen Speed》大預播咧就啱曬口味啦。咁但係中間即係《Queen Speed》同埋呢個第二部中間三個月嘅真空期，你要攞咩嚟攝咧？但唔同喎、啊，又要攞翻啲空嚟攝咯。但唔同喎、啊。真係哇好圓啊，用啲住啊嘛，要啲空間用啲咩嚟攝呢，就係、是、用啲空嚟攝啊，唔係係即係兩個 cushion 中間有個空位喎，你梗係攝多個 cushion 落去㗎啦。但係有啲唔同嘅、哦、因為 Queen Speed 啲汽車嗰啲氣袋中間唔知有冇多一個之中即係 Queen Speed 又唔同嘅，因為嗰啲可能係上車盤，呢套就有喺無敵黑影盤。咁其實今個禮拜大致上都係呢三套啦，因為下個禮拜雖然我哋好多翻到下個禮拜預言，但如果冇乜特別意外，下個禮拜就應該就所謂叫做2009年交班期啦。交班期即係所謂叫新番速報會，睇下下個禮拜會有幾多套新番上咗啦。所以或者可能有一套新番未上嘅。呢、這個又係啊，江田柳師傅講嘅齋戒行事力。係啦，就係、是、十月應該話係我哋動物我哋收新番嘅行事力就係、是。一年四季，每個季第一句都係咁樣的。作為一個宅，啲 calendar 係每年都 set 好曬噶啦，啲 commit care 嘅時間啊，啲咩動畫啊，啲呢個好固定噶啦，係啊，啲冇得變嘅。十月 commit care 又嚟，好，今日嘅今晚煲新番就係咁多啦。陣間翻嚟啊，再講一下。再默哀一分鐘嘅、我哋會。小新爸爸，順便食飯。因為好肚餓。